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贾斯汀。嗨，我是大头。身为一个资深的家庭主妇，你知道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吗？卖场啊。对，就是举凡家乐福、大润发、全联、好事多，我都超爱去的。而且我真的是三不五时，我就会往那边跑。而且我只要看到那种特价中，或者是什么大特惠这种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我一过去我就会马上，就是一定会过去看，因为我真的是我受不了这三个字。你现在不是跟美牙越来越像吗？因为我真的很常进出大卖场。传屁呀、啊！那简直就是我家的厨房，所以今天我就要开箱几个，就是我很想要买，但是我一直没有买，或者还有我非常喜欢的商品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好事多的商品开箱。那首先第一样，我们就先请我弟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小二上场。第一个就是这个，你说鸡块吗？这是红龙鸡块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我们今天要开箱的不是这个，而是泰式辣椒酱，这一罐是189块，然后非常大罐，而且我吃过一次，这个真的非常好吃。等一下，这好难。这边，小二。开快一点好不好？要不然自己开啊，飞啊飞。不是有旁边可以撕？对啊，旁边不是有可以撕？你有什么问题？这样子。就是这个，我真的觉得这个沾炸物真的超好吃。干嘛不用手掌？我是文明人哦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就是红龙鸡块沾那个，或者是胡椒盐，还有糖醋酱，都超好吃。这个酱我超推，就是你去买盐酥鸡回来，再沾这个酱也超对味。沾盐酥鸡也超好吃，甜甜的，而且不会辣，就是泰式的味道，对不对？那是什么味道？我觉得跟那个蚵仔煎的酱很像啊。可是蚵仔煎好像是红曲酱，甜辣酱。好了，不管了，反正这里才100多块，而且是这么大罐，我真的觉得超划算的。很好吃，超推。这两个 Sophia 去旁边把它吃完。好，我们要推荐的第二个就是这个，这不是推荐，就是我是第一次买，所以我是来开箱的。这是他们新出的鸡肉派，因为我看网络上说超好吃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好吧，那我就买来吃吃看。它上面是一层那个起酥，它里面，对啊，它应该是用挖的，因为它里面是它不是，因为它的皮有点软，我没办法切起来，所以我就用挖的。大家这样应该看得到，就是它里面大概长这样，里面就是那个，很好吃哎，感觉应该跟那个浓汤差不多吧。它有点像那个鸡肉卷里面的馅料，然后放成派皮去做，而且它鸡肉很大块，这一个才159而已，我觉得超便宜耶！火车进山洞哦，不不不不不美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可以稍微味道不错，具体的说吗？具体的说不是都是你的工作吗？哦，好，专业的来，我只有负责说好吃跟不好吃而已。好，我再吃一口。味道其实还不错，味道很好，它上下层就是起酥，它里面就是有毛豆，还有万恶的红萝卜跟大量的鸡肉，所以这159块，我觉得 CP 值超高哎，而且这个两个人如果在家里看电影的话，吃这个很刚好，对不对？就是边看电影边吃啊。我是刚好啦，你我就不知道了。两个人吃，那应该不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啊，看你啊，你为什么不讲话？我们答案就不出来讲话，我想你暴力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可以解决你。欸，我们今天的仆人都很认真在吃欸，我很饿。还有你也是啊，干嘛？很认真吃啊。我是主角啊，我不能吃吧？很好吃啊。好啦，快点，这个收起来了，我们要换第三样了。我没吃够欸，快点把它收起来，我才可以吃啊。对，反正你拿去旁边吃。好，我们要介绍的第三样就是这个。这个好像已经红很久了，就是葡萄柚苹果绿茶，这个已经出很久，而且很多人买，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喝。然后这两入，它是一次卖就是卖两入，两入是165，所以单罐的话是82.5。孩子喜欢，我不喜欢，给孩子想要的，
这一罐是 82.5， 然后它是960毫升，所以就是这一罐大概是一公升左右。那如果去手摇杯饮料店的话，大概是500毫升，就是500ml 大概要40块。那500ml 40块的话，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跟手摇店比哪个比较划算，应该差不多价钱吧。你除以它的ml 数的话，我觉得手摇店会比较划算，因为手摇店的话，你还可以控制糖跟冰，对不对？也对的。但是其实它的糖跟冰就已经很适合我了，我就觉得还 OK。为什么我们杯子不一样？我跟你身份地位一样吗？这是平民在用的，我是国王。懂？我觉得刚刚那个鸡肉派，然后再喝这个，再配六人行，真的正点，就是下午茶时光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它葡萄柚味道很够，哎，就是它炸的那葡萄柚味道很够，它的原汁含量是写27%，我不知道是算高还是低。然后它有苹果的味道，但其实我喝不太出来苹果的味道。然后它的这个葡萄柚果肉超级多，几乎整杯满满的，而且喝起来不会酸。对，所以这个其实我也很推，我真的觉得很好喝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要推荐第四个。第四个就是最近很火红的草莓卡斯达塔，这个应该是各大 YouTuber 都有开箱了吧？这个超大，比脸还要大。看是谁的脸？我是当然比我大，你我就不知道。可是你是大头哎、欸。可大家都说不大，谁的比较大？大家都说你的头比较大。那你哪里的头大？手指头、脚趾头、手。哦。那。闭嘴。哎、欸，小二刀子，你不要只顾着吃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不知道下手对不对？这很像给我一根汤匙，然后叫我逃狱的感觉一样，对不对？这边挖20年，吃草莓。哎，干嘛啦？不准！不嘛？还是啊？刚才烤甜。哦，干嘛啦？没给你吃饭是不是？坏口包，不行。就是切下来之后会长这样，就是它中间一样是那个之前那个方形的卡斯达千层蛋糕的蛋糕体，然后底下还有一层派的那个饼皮，然后旁边这也是派的饼皮跟之前那个长方形那个鲜奶油，然后上面有很多的草莓，我觉得这个草莓看起来就觉得。超爽的，就是草莓超多，看的心情就很好。这个给你，那你呢？这个是我的，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买了，上次我们买了一个之后，我2天就吃完了，我都没吃到哎、欸，就很好吃。然后我就用汤匙，我跟你讲，小孩子才用刀子切一块块，大人是直接汤匙直接挖，我就这样吃，然后2天就没了，难怪那么胖。胖没有关系，能吃就是福，对不对？好吃哦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好吃。而且它的草莓真的不会酸哎、欸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因为其实我不是很爱吃草莓的人，可是它的草莓真的是几乎是一点酸都没有，但是它也不是特别甜。对不对？很奇怪，它不会酸，但是它也不甜，还可以接受的范围啊。而且这一大盘我也觉得它不贵，它现在才499，完全就是你可以开趴的时候去买的，就拿出这一盘，真的没人会嫌你，超好吃。然后我们要开箱最后一个东西了，大花姐呀，你快一点！大明星的时间很宝贵耶。嘿呀、啊，我很忙的，我等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。大明星是我。不是我吗？不是啊，可是你要干嘛？我要回粉丝留言啊。好，我们要看一下最后一个，就是狗迪吧冰淇淋，就是这个超级划算，大家应该都知道狗迪吧多贵吧？然后这个它是100ml，然后6瓶，这个才499哎、欸，你知道499多便宜吗？你去那个狗迪吧专柜买它一支甜筒，就是那个一支的那冰淇淋，就100多块哎、欸。然后这个6罐哎、欸，这才499，超便宜的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超级划算。然后他之前刚出的时候，
我就想说吃超划算的，我要赶快去买。结果我去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，但我昨天去的时候，它居然有，我马上就拿回家。而且我看到的时候，我还跟大头说，跑，你赶快给我跑。他说干嘛要去哪里？我说去拿那个高级的冰淇淋。他说可是那边还很多，干嘛用跑？我说哎呀，还一堆在冰箱里嘞。反正我就是期待它非常久了，所以我真的非常着急的想要拿到它。然后它一罐是这样，就是100 ml。然后打开来给大家看，里面长这样，但是这个不能吃，要把这个撕开。哎，我找不到，他没有舌头给我撕，哎，应该不开，智障啊！拿来拿，没有东西，你就不要找不到。你看我会不会打你？谁打谁 ？Amazing！ 好，它旁边还附有就是六只小汤匙，狗滴把的汤匙，哎。So, 好高贵哦！好，我先吃一口。你不要，会死掉。不行。哦，我的天啊！欸，很好吃哎，它巧克力味好浓哦，而且你一吃下去，你就会觉得，是贵的巧克力。我不知道，我还没吃到。快点快点，我喂你，这真的好好吃哦！来吃一口，你会吃到高贵的味道，是不是吃起来很高贵？嗯，吃起来是像15岁的我还是27岁的我？我不知道，很怕得罪我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不管你讲15岁或27岁，我都会生气。我吗？你讲15岁，我就会说27岁的我不好吗？而且你知道这一罐什么时候吃最好吗？看电视吗？对，追剧的时候吃。我人生都只有在追剧耶。刚刚任何一个东西我都觉得，好像可以边看电视边吃耶。你会胖，这不是没有原因。可是我在运动。那我本来那么胖，因为我很会吃啊。那我怎么要去运动？浪费钱。这样才可以吃更多啊。所以你运动不是为了健康，是为了吃更多。对。然后还花我的钱。再花我的钱去买吃的。还要买教练课，我怎么会把你打死啊？因为你爱我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好吃？我真的觉得这个 CP 值超高哎、欸，就是好便宜，然后又好好吃哦。OK，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你还要想要看到什么商品被开箱的话，也欢迎在影片的下方帮我们留言，让我们知道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可是不要太贵哦。